重要嘅嘢就係要 keep 住練歌啦，始終比賽仲未完結嘅。咁就我自己覺得練好歌咧，對自己有個交代啦，對各位觀眾咧有個交代，同埋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舞台就得㗎啦。我就其實我係好頭痛揀歌啦，即係我即係成日要諗係咩歌好頭痛。咁係呢一 part 就即係成日都失眠嘅呢位人，因為唔係。唔係嗰只緊張不能，係太多歌可以揀嘅，就想聽下呢度，聽下聽下就可以有邊個，好慘。即係有冇信心攞冠軍？有冇信心攞冠軍啊？唔好意思答嘅，有啦。我大家都要有信心，大家都要有信心。其實係啦，就唔係我諗緊嘅問題嚟嘅，不過就要即係充滿信心上台演出，上好首歌就，我覺得即係呢個真係交代咯。我覺得其實都是努力當中順其自然啦，咁表現到自己最好的表現，呢個先係最重要的。至於 champion， 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哋諗嘅，表現自己的歌先啦，係啦。